从18岁就开始学那个泥瓦匠，现在做了差不多30年了。我那个人也是很阳光、很开朗的人，工地上的日常生活也分享给大家耶。视频拍完他就发给我，当时其实我还不太想要。自己喜欢摄影，我作品中最多的都是夜景的作品，下面往上拍。哦，你说这样？哎，对对对，这样拍。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书，摄影书。眼前这位抹砂浆的师傅叫何川，四川省达州市人，从18岁开始就一直在工地上干活。我从18岁就开始学那个泥瓦匠，现在做了差不多30年了。以前在农村嘛修小房子，这几年在就是大城市里面修高楼大厦，今天呢修的是学校图书馆。同他一起干活的是他的妻子汤文书。他们结婚到现在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一起外出打工。他干小工嘛，穿着就是提砂浆啊，穿灰那些，穿砂浆那些口啊，他就给我们提砂浆来。何川和妻子为了多些收入供两个儿子读书，2003年便开始去福建省福州市打工。每天呢就是干到9个半小时，下午的7点钟下班，反正每天都是循环这样。在工地上干活虽然辛苦，但他们夫妻俩总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2018年春天，在成都念大学的大儿子提议让父母试着用手机记录他们在工地的日常生活，由他来剪辑成小视频。何川第一次拍的是接小儿子放学后买糍粑的视频。你这个是哪里产的？福州的特产。福州特产的是怎么做的？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呢？都是蒸熟的。蒸熟了的，直接拿去吃就可以了。吃先尝一下好不好吃。这个甜甜的，糯糯的，味道很好。当时他不是要吃零食吧，小孩子都喜欢吃零食，我就拍了一个，简单的拍了几分钟。视频拍完他就发给我，当时其实我还不太想要，因为他拍的真的水平特别差，当时就感觉。不过他既然拍了，就想着反正试一试，所以说就把它我简单的剪辑了一下，就把它发布在网上。何川最开始用手机拍摄视频很不熟练，但他觉得有意思，就反复的拍。因为拍得不好，妻子都觉得他浪费时间，工友们看了也会笑他傻乎乎。他就是说那个瓜兮兮的，他说好像就是傻瓜那种。因为很累，人家就说中午休息一下还拍视频，那就更累。他一会儿叫你这样吧，一会儿叫你那样吧嘛。有时就说有时就说很生气吧，就算了不拍了。当时有点委屈，但是那个吧，我那个人也是很阳光、很开朗的人。我反正是，就是说工地上的日常生活也分享给大家也。看到丈夫认真坚持，妻子也忍不住开始帮忙。夫妻俩拍得多了，就越来越熟练。朴实的视频记录着何川和妻子汤文书在工地上的点点滴滴。这也成了他们日常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份乐趣。4年多来，他们拍摄的1000多条视频都上传到了网络短视频平台，和工友一起唱歌，跟爱人一起干活，拌嘴吃饭聊聊天，这些真实琐碎又不失可爱的视频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网友的关注，有了100多万的粉丝。为了照顾老母亲，何川从福建回到了老家四川达州，夫妻俩买了新房子，平时就在附近的一个工地当泥瓦匠。为了让他们拍出更好的视频，大儿子还给何川买了一台相机。这相机卖成3600多，舍得吗？反正为了把视频拍好嘛，还是舍得。来，川嫂你过来，那个我还是说个开头哈。来的。你过来，把那个 M 模式光线调好。何川自己慢慢摸索如何使用相机，这都是慢慢的摸索啊。刚开始儿子也给我讲了一下，
那个自动和那个 M 模式怎么操作，我当时也得学，慢慢的就学会了。视频越拍越起劲儿，何川他们希望能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分享给网友们，为此他们下了不少功夫。怎么就是说来把那个镜头啊拍好啊，那个光那些呀、啊，还有就是工地那些环境啊、风景啊，这些都得慢慢的摸索噻。人学到了，做到了，一步步啊，就是说坚持下来就对了噻。哎，开始哈，再拍了，哎，你按一下嘛，来按一下。开始哈。Hello Hello， 大家好。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两个川哥哟。今天上午在混楼梯间卡卡，那个卡卡呀光线不好，就没拍视频。今天中午啊吃饭，给大家分享一个工地餐。今天中午啊，我兄弟带的是瓜儿式色南瓜色，他做的是玉米糕饭，我还是红烧糕饭。来，尝尝尝。还有鸡腿。随着拍摄技术越来越熟练，他们拍摄角度也变得丰富起来。有正面的，还有侧面的，对审美的要求也高了，还会专门取景展现工地的美感。这个拍下工地上的环境，拍上10秒就有了，让大家也看到工地上的美的感觉。城市的改变，工地上的改变，城市的改变。从一窍不通、小心翼翼的尝试，到如今能够熟练的布景、选角度、调光和拍摄，4年多来。何川和妻子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一直在吐槽他，因为他真的进步特别特别慢。我教他的一个镜头，他可能要拍几十期这样子的，才会慢慢的去改进他。他已经51岁了，很多时候教他，特别是教他摄影器材呀，教他一些比较偏向于摄影专业性的一些东西，他接受能力很差。但是他一直还是很坚持，就很敢说，很敢拍。每天晚上收工回到家，只要一有空，何川就会认真回复网友的留言。这些来自网络上的鼓励，也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何川的认真劲头越来越足，虽然是让大儿子帮他剪辑视频，但每天发布的内容他都要亲自把关，甚至连标题也要字字斟酌。第一个片段结束后，你要像这样拍一个稍微就是说电饭煲的镜头啊之类的近距离啊。嗯，对，近距离有时候光线不好，在那里他照不清楚啊，照不清楚你自己通过相机调噻，调光，然后这样拍一个近距离，他的视频效果会更好。有的时候两个人还会吵起来。就是因为什么吵啊？因为意见不统一。去了解关键，有时候我在工地上我的想法，我的内容呢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其实川哥这里他有很多的评论，他给了很多的标题，标题自己。你看这些都是他自己给的标题。看嘛，这全部是我写在这里交给他。很多时候晚上下班他觉得有什么好的。我给大家演一下吧。今天的活难度大，六米高的墙啊，封不上去，差一级，看看川哥怎么做到的。大家好，今天那个天气就一说，阴天，你看没有太阳。我跟我们哥子在那里做那个阴景，两个人，一个人出一个人奔，配合的很好。不光拍自己，何川夫妻俩也把镜头对准了身边的工友们。土味方言加上乐呵呵的生活态度，何川夫妻和他们身边农民工兄弟日常生活的视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点赞，把真实和乐观传递出去，这在何川他们看来是最有意思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自己喜欢摄影，我作品中最多的都是夜景的作品。月光照着这个云上面折射于空中，出现了这道彩虹，但是我们称为它是月虹。取景这个想法、构图这个方面，有没有独特之处？感觉晚上很难拍。下面就万丈深渊，你看前头的灯光已经亮了一台了。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摄影书。安徽黄山被称为天下第一奇山。在黄山风景区里，有一群半路出家的摄影爱好者，他们很普通又很特别，
李建设就是其中一个。李建设是黄山风景区狮子峰上一家酒店里的厨师，晚上7点半脱下厨师服的老李变成了给游客们上课的李老师。我现在介绍我自己，我呢是李建设，工作有20余年，一直在后厨，也是自己喜欢摄影。我作品中最多的都是夜景的作品。啊，白天没时间是吧？哎，对。只要不出去拍照片，每天晚饭后，李建设都会花上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在酒店里义务给游客们讲讲黄山上各种景观的拍摄方法。这样拍是什么好处？就是在你手机。这天的内容是手机拍摄技巧，课件是李建设精心制作的，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更换不同的主题。这个6-7平方米的小房间是单位给喜欢摄影的员工改造的工作室，里面摆放着摄影器材、书籍，供大伙随时取用。半路出家的李建设玩摄影已经9年了，从新手入门到熟练拍摄，摄影给他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每天早上出去基本上是200张、300张回来，一开始呢就感觉这个片子好，就是拍许多的回来，取景这个想法、构图这个方面，有没有独特之处，感觉黄山很难拍。本以为美景就在眼前，随手拍都能好看，但翻看相机里的照片却总不合心意。李建设刚开始拍照的时候，同事们总调侃说，老李拍的照片都是游客照，这让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为了多学点拍摄的技巧，李建设开始在空闲时间给住在酒店的摄影师们免费带路，帮忙跟在后面学习。他们在前面拍，我们在后面，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听了以后就感觉自己是这样的，对自己也有启发。2013年，李建设拍摄的黄山风光第一次在全国性的摄影展中获了奖，这让他感到意外又惊喜。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自己这个摄影还有这么多成就感，还有这么多东西。现在李建设仍然在不断学习，为了提高创作和审美水平，他买了不少摄影书籍放在床头，每晚睡觉前都会给自己充充电。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书，摄影书。这是你画出来的。这美不是创作的目的，而是它的奖励。对呀，就我们的美不是我去拍下的美，它本身美本身就在的，它只是奖励我，让他看到它。拍到不一样的猴子吧。哦，发现了什么？彩虹是不是？他们没拍到，月光照到这个云上面，折射于空中，出现了这道彩虹，但是我们称为它是月虹。这些年，李建设的作品获奖不少，其中他最满意的就是这组猴子观海的夜景照片。带上器材，记者跟随李建设来到了这组照片的取景地，独占的位置。李建设口中的独家位置，因为石头垒起的坡顶凹凸不平，很难架起脚架，大多摄影师都不会选择在这里架机器，老李却自有办法。下面就万丈深渊，你看前桌的灯光已经亮了一台鸟了。晚上2-3个小时吧，灯越来越多了。你看这从这条直线这个地方过去以后，在这个地方就过来，这个红线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对，这么确定？这是你喜欢到这个点来拍照片的原因之一吗？可以这么说吧。家对我来说呢，
是我一个软肋啊。对家里牺牲太多，虽然离家很近，但是回不去，只有在这工作之中来充实自己，跟这个摄影中来这弥补这个家的这个感觉。虽然家就在山脚下，但因为工作的原因，李建设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逢年过节更没办法和家人团聚，想家的时候就来这里看看家里的灯光。回去啊，也就是给孩子啊拍拍照片啊，感觉啊孩子从小直接是长大了，父母逐渐的老去了。就在山上想家的时候就多拍了照片。对，也就是有时间就多了到胡子观海来看一看。灯现在亮的越来越多了，灯亮的越来越多，也就是意味着家里的人，在家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家一起团聚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多。老李说，这些年山下的灯火越来越亮，路也越修越长，家乡的变化都保留在他的照片里。一开始那个都是稻田，都是就是没有灯光的，而现在就是城市灯光越来越密集了，越来越浓厚了。这么些年你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也能看到家里的变化。如果是拿计时来讲的话呢，看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更替，